大小金牌娱乐，金钱的大幕在昨天晚上的一片质疑声中顺利落幕了。迪丽热巴拿下视后，杨紫遗憾落选的结果让网友们看了也是愤愤不平。其实热巴获得金鹰女神的称号倒是争议不大，但是最后却拿下双杯的结果却出乎大家意料。拿下视后的桂冠之后，迪丽热巴倒是也没有显得太过谦虚，相反还在微博上发文称感谢每个人，一切都只是开始，看来他的野心的确是不小。只不过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，热巴获奖之后最郁闷的肯定是杨紫了，所有奖项都是陪跑，干坐了一晚上心里肯定都不是滋味。即便阚清子和刘涛都对杨紫进行了安慰，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用处。杨紫最落魄的时候不是在微博上，而是在颁奖晚会的现场。在公布热巴获奖之后，杨紫这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让人记忆深刻，最重要的是眼角还泛着泪光，也是让人心疼。况且即便杨紫不能获奖，以热巴的演技能战胜刘涛、孙俪、樱桃这些前辈，也是一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除了有鼓励后辈力争上游的意味，真不清楚获奖的依据到底是什么。最有趣的是，热巴之前还上了广电的名单，出演的六部影视剧作品评分都低于六分，这样还拿下了视后，貌似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吧。除了杨紫说的心不甘情不愿之外，王刚和闫妮两位老师的表情更是亮了。在公布热巴获奖之后，两位老师的一举一动都是戏。虽然娱乐圈各种评奖肯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，但是不论怎么选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才是最重要的。